DOTA 类游戏真的越来越流行啦，所以许多厂商也纷纷推出这类型的作品哦。像是由魔戒改编成的《中途守护者》，就是要玩家们组成队伍，拿起武器，一起来场史诗级般的战斗吧。《中途守护者》是款由魔戒改编的动作冒险游戏，叙述在第三世纪中，地球中央有个暗影正逐渐壮大，成为最强大的军队。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，而玩家要拿起武器，跟着最强大的英雄们以及史诗般的勇者们一起战斗，组成一个令人难忘又强悍的队伍，参加多人连线对战，赢得最后的胜利。游戏提供五对五史诗级的战斗，可以跟玩家玩，也能够跟电脑对战，以及超过20种不同种类的防卫者来挑战，每个都拥有不同的能力跟特性，并且使用游戏中获得的货币来购买物品，增加战斗能力。